游戏界鼎鼎有名的《怒首领风》系列，最近也在 iOS 上推出他们的最新作《怒首领风》一面翻掌咯。本作是完全免费的直向卷轴射击游戏，玩家必须要用手指滑动来控制机体，躲开漫天的弹幕。而如果真的感觉无处可躲了，也可以快速点击两下，使出炸弹来清场。另外，某些比较强的敌人或建筑会掉落标记为 C 的硬币，这些硬币能够强化你的机体性能，请以击破率80%以上为目标，陆续突破各式各样的弹幕吧。